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健身环大冒险哦。那今天的话，应该就要来跟我们的强万对决了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加油吧。那强万的话，基本上它是我们的那个手部训练啦，所以今天的话，应该要用蛮多一些就是手部的一些姿势的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些步步啦，因为步步的话，基本上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那个就是范围攻击啊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还蛮喜欢步步的哦。不麻烦，不用再问了，不进行伸展。你可以不用再叫我伸展了，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伸展省过去，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哦。来，第九关，塔尔曼到总本山，我觉得很快就直接见到我们的那个强万了，真的是超快的，比我们之前还要快很多哦。据说多拉贡将光球交给了强万，而这里是强万打造的塔尔曼到总本山哦，也是强万的主场。哎，看来要从他手中抢回光球也很困难哦。来，来吧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目前果汁六杯应该还可以，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喝啦，应该很 OK。然后技能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该换一下了，这个有了。然后甩手吧，甩手臂的这个可以换掉。然后剪刀脚135两回合， 155这好像比较高。这个范围三个而已，这个一个单体的。然后三头肌踏步三个160，好啦，你下去把剪刀脚，好，这样应该 OK， 这样应该就够了。然后直接 go go， 你至今为止的行动我全都看到眼里哦。哈，看到你肌肉的动作后，我就知道，很抱歉，还说你是个胆小鬼。但这个东西是多拉贡陛下交给我的，我可不能轻易的交给你的头上哦。好，全部都是红色的，哇，16分钟。打到死哦！我的天哪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啊！从强万身上取回能力吧！来来来，来呀、啊！怕你不成，我把你打死，我就不叫折品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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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说，强万应该是第二关，没想到居然在这边才跟他打到。哦，这个球好亮哦！拿到之后的话，应该就可以有更多的能力了啊！我的能力。只要能赢过我，就把你的能力还给你。来了，强万哥哥，哇，帅啊！强万，我已经把我能说的全部说完了，接下来就用肌肉碰撞来对代替对话吧。好，我们先直接打爆他，接先用这个了，直接红色招式打爆他，克数。这次好像没有其他人帮他一起打，所以应该用单体的就可以了，不用用那么多多体伤害了。好，这招其实我蛮喜欢的。这样需要打到16分钟吗？我不信。我们看他待会叫怪物出来啊，应该不用打到16分钟啊，我们伤害超高哎。真是完美，还想骗我们啊？来了来了。但是如果他一下就很痛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喝水，然后我们可能还哦，我们血量超多，有没有看到？自从我们打完多拉宫之后，我们血量变超多的，而且我们还要买星星，他打一下三颗血，选择技能，没关系，现在应该还 OK 哦。来，三头肌，看我把你 K 爆，要开始了，适合想要拥有紧实上臂的人，挥，就是那样。按摩的打爆你，这招是很酸的，我是真的。但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很好。我本来觉得这只强棍好像很好对付哦。很好。没有像以前那么麻烦了。16分钟，我看我要超前啦，各位。喂。很棒啊。可是这招真的很酸。我是不是每次都是一开始在讲那个，就是？讲那个很挑衅的话，然后最后都跟别人抱歉，因为其实好像真的很累。太棒了，不怕不怕啦。OK， 好厉害。开始酸了，开始酸了，这招真的好酸哦。大家平常的话也可以做做看这些动作，现在还蛮可以帮助肌肉的。厉害！哎呀，好，咬三下。好哎，很好。哎。完美！哇，又不酸。OK， 超棒的。
加快了。很棒。好，准备开始。OK。好。很好啊。很好。很好。还有五次。好。好哎。就是这样。还有三次。哦。很好。好酸啊，抬不起来了。最后一次。干嘛？好哎。哦，完了，最后面就没力了，我错了。好，动吧，好好意识着封闭进行吧。嘿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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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作很棒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打到16分钟哎，他血量还是很多哎，说真的，你也很少哎。而且他如果待会还有叫什么怪物来补血的话，我们应该就完蛋了。需要打更久了。加油！对，很好，动作很棒。我错了。很好，很好。你想要打这么久啊？嘿，就是这样。哇，很好啊，好厉害。哇，很好。为什么他们血量这么高？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比挂龙还要难打，你知道吗？这四大级，闪耀着。多少等级？还蛮轻松的。很好，很厉害。大师有点狂。很好。哇，我的手臂。好，太棒了。哇，我的手臂。很好。啊，没力。来。很好。OK。来。还有五次。好哎，来，还有三次，很好，很棒很棒，好，最后一次，为什么每次最后一次都维持不了啊 ？OK， 打死，完美，来休息休息，太好了，要好好补充水分哦，休息很好哦。他那个一句话是不是在暗示我们要补充水分啊？不然我会被打死，对不对？喝一下好了，喝一下，避免被打死，喝一下。好，然后就用，先用踏步吧。踏步，踏步一下。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嘿，哈哈，他被打到真是好笑、哦。嘿，嘿。要大幅度打开双脚吧。这也会酸呢、欸。还有一半。好，体力啊，三分之一血了。加油！还有二十次。还有十次。嘿。还有五次。啊！太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其实这次感觉好像真的还好哎，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性哎。当我没说，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加油！我觉得现在把它打到一半的话，应该是可以那个，先用这个吧。双臂扭腰。先把它打到一半，它应该就会让我们补血了。尽量大幅度的扭腰吧。一二一二一，好，一二一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扭到它一半血？好，一二，来刀是必死。二一二，还有一半，好，二一二一二，还有二一二一，好，还有十次，二一，还有五次，二。对，这个扭腰的伤害已经快要不够了。好的，持续推压吧。啊，来了！哇！哇哇哇！要喝要喝了！星星太少了，这应该要喝两罐。哇，这没有很好打呢，只能继续用这个了，用它怕了，用那个扭腰真的太少攻击力了。要死了没？一二一二一，我感觉他没扣血。二十次，一二一，好，一二
哦，完了，我们水不，我们水会不会不够喝啊？我觉得会，感觉水会不够喝啊。哇，完了，先喝一下。哎，水会不够喝哎，完了，再继续踏步，这两招攻击好像比较高。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我们铁攻击高了，不然要被他打死了。我们会没有水可以喝哦，就要重打他了。我不要哦。嘿。啊。还有一半。哎，我累了。那他才一半血，我累了。我刚刚说什么很轻松，都是假的。啊！好酸哦！哇！完了！还有五次。我的太好了！哇塞！来了！这要怎么办？向下推压。哦，向下推压，完了，超累。哇，太久了吧？哇，这太久了吧？太久了！快到一半了！哇！OK，快了！哇！我的手，很棒！很好！哇！哦，好险，捡了很多血，太好了。但这边要喝水了，哇，好难啊！只能再做这个了。三头肌啊，虽然很酸，但是我们要撑住。好，动吧。将没握住林口的手放在膝盖上。OK， 好哎，三头肌加油！好哎，好厉害，很棒啊，做得好，很好，有努力。OK， 太棒了。不累，很好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很厉害，很棒，就是这样，很棒的，完美，很好啊。OK， 哇，别过酸，很棒，休息一下，太酸鸟。好哎，好棒啊，很棒，两下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啊 ，Oh my god， 很好，激发自己的潜力吧，激发潜力，很棒的，好，加油，还有五次，很好。可以的，还有三次，棒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好，太恐怖啦！我的天，要开始了，边吸气边抬高 Link， 好，很好，超棒的，很棒啊，很厉害，很好。很好，要闪耀着。很好，好酸。哎，干嘛？好。那武田刚刚被我那个不能判定，我撑了很久哎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动作很棒。哇，要操作一下。OK。
休息一下，完美，休息一下，他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血量了，快了快了，哎，真的是可以打到16分钟，哎，我错了好不好？表弟时间是正确的，做得好，哦，很好啊，好哎，太轻敌了我，很棒啊，好厉害，嘿。就是这样，好，继续前进，加速，很好，很棒啊，好哎，还有5次 ，OK， 加油，还有3次，好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啊，真是完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太好了，他休息，他休息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继续扭动手臂，特殊打他，你再做一个动作，他应该就死了，感觉可以16分钟再打死他，没问题。还有5次，哇，好了，来了来了，他要攻击了，不用补血了，真的被我们打死吧你，还挺厉害的，加油啊，这一招应该就够了吧，这招攻击力比较高，而且也比较轻松，哈哈，来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，1, 2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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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 2,
踏步踏死他。太好了，可以哦，16分钟内打死，太好啦，你还好吗，墙外？Nice， 各位没有问题啊，66等，没有新技能，没想到我竟然会在肌肉碰撞中败阵下来啊，那是不好意思啦，因为我现在肌肉很多啊，太好了 ，Nice， 行行行，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应该可以休息了吧？有运动到十几分钟，应该是 OK 的，可以吧？可以关掉了吧？哎，新技能，高度跳跃哦，这就是大家说的，因为有一地方不是要二段跳吗？这高速跳跃的话就可以那个了，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灵魂又要说白痴了，呵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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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！这英文真的是很有问题耶，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有二段跳跃、高度跳跃的能力哦，没有问题，可以二段跳。可是，哎呀，虽然会在多拉贡臂战面前抬不起头，但是堂堂正正对决的结果后，我是不会有怨言的。哦，多拉贡臂下，他们的存在会妨碍我做训练的，你应该很明白。但你居然还是把力量还给了他，非常抱歉。但是我觉得凭他那么点力量，根本就不是多拉贡臂下的对手。我已经败给那股力量好几次，对我来说可是很棘手的。这里是你的训练场，所以我没有把魔物放到这里来。但是我改变心意了，我要用魔物淹没这个地方。不过我也必须为任务失败一次接受惩罚。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既然连自己人也丝毫不宽容啊！虽然对强万大师感到很抱歉，但只要我有了高度跳跃的能力，就能够前往原本抵达不了的地方哦。这一定会派上用场的。就以这股气势朝多拉贡的所在地前进吧。太好了，有新技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就可以去跳到一些就是比较难跳的地方，而且可以跳过怪物。太好了。